我要带高饼饼一起创业。高饼饼他到底行不行啊？他很懂我，他可以支持我的创作。你跟那个高饼饼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没有告诉我啊？我只是过意不去，我才刚把他赶出家里，他就出这样子的意外了。饼饼，快叫救护车！叫值班医师快点过来。如朕亲临，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